昨天亚运会男篮，中国男篮红队迎战菲律宾队。由于 NBA 级别后卫克拉克森的加盟菲律宾队，使得这场比赛成为了亚运会男篮的焦点战。最终男篮红队是以82-82险胜菲律宾队。这支菲律宾队的王牌无疑就是克拉克森，他也没有辜负菲律宾队的期望。比赛三节下来就已经连突带头的轰下了28分外加7篮板4助攻。本以为克拉克森这场比赛会轻轻松松拿下30加的数据的，可直到全场比赛结束了，克拉克森的得分还是定格在28分。第四节比赛还剩8分59秒的时候，菲律宾主教练把克拉克森替换上场来打完后面的比赛。然而克拉克森第四节的比赛完全与前三节一反常态，经常看到克拉克森站在两侧底角附近，让队友去控球进攻。比起前三节的比赛，克拉克森的控球时间和参与进攻呈直线锐减状态。显然菲律宾队对克拉克森前三节的过度使用，让克拉克森末节感到疲劳和体力不支了。而比赛还剩3分10秒左右，菲律宾队的一次快攻也让克拉克森末节的零分埋下了伏笔。我们可以从上图看到，当时菲律宾队快攻博得犯规后，克拉克森往回走的时候，他走路的时候就有点踉跄了，当时腿部就有所不适了。这次快攻死球，克拉克森也是直接走回了替补席。他坐下来的时候，脸部表情也是有些许狰狞。镜头再给到坐在替补席的克拉克森的时候，克拉克森双腿伸直，菲律宾队的队医正在为他做腿部放松的简单处理。因为当时的克拉克森腿部出现了抽筋情况，克拉克森在休息了近2分钟后，比赛还剩1分12秒时再度上场。在比赛还剩40秒左右，比分80平的时候，克拉克森要求单打刘志轩，选择跳投没有命中。而克拉克森这关键的一攻也是他整个第四节唯一的一次出手，被男篮红队的刘志轩给防了下来。而攻守交换克拉克森防守赵睿的时候，他的腿再次出现了抽筋的情况，腿部踉跄的厉害。克拉克森当时也是手指着赵睿，应该是示意队友帮忙防守夹击什么的，知道自己腿部抽筋是防不了赵睿的。最终克拉克森无奈，只好对赵睿采取犯规，让赵睿站上了罚球线。最终男篮红队也是凭借赵睿的2记罚球赢下比赛。而克拉克森整个第四节打完，因为体力不支和腿部抽筋一分没的，甚至连一次助攻都没有，进攻端完全隐形。